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。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人会变成这样吗？不管怎么样，不一定。太棒了！这里到处都是变异的人。长城姐的厉害！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再来，叫你脑袋开花！再见。我应该回头。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。我可不要变成这样的怪物。丑八怪。你们这些可怜的家伙。下地狱吧！可怜的家伙，要先想办法找到密码。妈的，我被咬了！兄弟，帮我个忙吧，把我给毙了。下吧，
再来呀！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下地狱吧！再来，叫你脑袋开花！再见。该死。这些该死的坏蛋！丑八怪，
是我需要的。实在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部门注意，我们将在已经撤离的区域部署感应地雷，不要靠近。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前往，必须使用拆雷器解除地雷激活状态。终于找到了。已经撤离的区域部署感应地雷，请不要靠近。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前往，必须使用拆雷器解除地雷激活状态。躺下吧。各部门注意，我们将在已经各部门注意，我们将在那些变异者的血液可能有毒，感应地雷，请不要靠近。我得想办法洗掉剑道身上的血渍。必须使用拆雷器解除地雷激活状态。也许可以找到开关。程程姐的厉害，
好了。再来呀！可怜的家伙，躺下吧。开完会之后把门卡放在桌子上就行了，别塞到柜子里，不好找。还有控制室地板昨天有人反馈说裂开了一道缝，带人去看看。嗯，就这些事。真是太好了，这里可以洗澡。讨厌，怎么会没有水？终于找到了。紧急通。
OK， 这下一定没问题了。让你脑袋开挂！程程姐的厉害！撤离的区域部署感应系统，不要靠近。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前往，必须使用拆雷器解除地雷激活状态。我可不要变成这样的怪物。程程姐的厉害，不要变成这样的怪物。来，要你脑袋开挂！
么东西？我得想办法拿回我的东西。这些是什么人？他们没有撤离，没问题，也没有被感染吗？